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秀，我是你们的秀秀姐姐。佩奇和乔治在房间里玩着玩具，他们你传给我，我传给你，玩得可真开心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猪爸爸喊道，吃饭了。佩奇和乔治放下玩具，到饭厅吃饭了。可是看不看到桌上只有蔬菜，佩奇和乔治摇摇头，对猪爸爸说道，爸爸，我们不喜欢吃蔬菜。于是他们回到房间，继续开始玩玩具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猪爸爸又喊道，孩子们，吃饭了，这次有你们喜欢吃的。佩奇和乔治放下玩具，来到饭厅，乔治看见杯子里的水，喝了一口，对猪爸爸说道，爸爸，这个可真好喝啊。原来猪爸爸把蔬菜榨成了汁，猪爸爸换了个方法让乔治和佩奇吃了蔬菜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